行政院长可以，总统也可以。你把看麦头鸡哎，行政院长即问即答，宪法没有规定的、啊，总统有啊。哎、欸，我想你这三段到底有没有逻辑啊，萧姐？你跟他同个政党，你有没有考虑要换个政党吗？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先谢谢朱立伦啊，朱立伦用心良苦。还要用啊黑猪？没有没有，真的要谢谢朱立伦，他怕政论节目没有题材，对，没有话题讨论，所以特别提名了翁小玲。那你现在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第一个实务上有没有这样的主流民意希望这样做？没有嘛，我实在是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要帮他讲、啊，辛苦啦，没有想要帮他辯論的意思，要不要跟他换，要不要换个政党啦？没有没有，应该要换的是他啦，应该不是我。所以翁小玲也跟周汉来多学学好不好？对，把你国家到讲总统去，我们来一问一答，你敢有冇看过这個？我们好像是有特别做了一个表。安尼，我恁家己看。哦，不是。哦，迄落代志。哎、欸，周汉，我现在报告，你可能你安尼比赛。我是老先生。总统要不要到立法院即问即答？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专案报告被要求举其他国家例子，一句话惹怒民进党立委庄瑞雄。我有脾气嘞，恁哪里来丢？谢谢我问你有无？你敢讲叫我家己看？你无请恁韩国怎啊五十几趴用你这个做秘书长，骗落三十趴？我跟你讲，绿委连番攻势，因为蓝白党团主张总统要到立法院国情报告，而且采即问即答。周万来在报告说，与宪法条文语义不同，言下之意就是有违宪疑虑。再加上美法两国也没有总统即问即答，绿委说根本违宪。蓝白紧咬柯建铭当年也要马英九到立法院报告。还要跟立委双向沟通。当时的柯建铭说啊，马英九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必须采取即问即答，否则根本啊没有意义。马英九去马习会，哎，马习会以后要来立法院做报告，那我们说，除非即问即答嘛，因为他是要照立委来背书啊。即问即答有即问即答的缺点，国防外交的这个总统在议会上面被人家羞辱，这是我们要考量的。很多时候同问同答会变成总统的一个秀场。就连蓝营自家人也认为还有讨论空间，总统要不要到立法院面对立委进行询答，朝野激烈攻防。哇，主持这个节目真的太刺激了，我以为今天打脸的只有这个周万来。打脸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要求，没想到刚刚才讨论完这一题，张维源，嗨，刚刚观众朋友应该有印象，张维源言之凿凿说我们没有发假动，我明天我张维源一定要去，就没想到刚刚张维源离开前说完蛋了，刚刚党团发新闻稿，明天不准去假假动，我要跟委员道歉，因为那一题我丢过去问他，你明天要不要出席？他说我会出席。对，太惨了吧！一拿起手机，党团说明天不准去。所以政治良知是不是那个比这个党团呢还要重要呢？明天我们再看。所以詹委员比萧敬言更快被开除党籍。所以原来假动是假的动。对，这个太厉害了吧？怎么瞬息？15秒钟哎。对，詹委员刚讲完哦，然后我们 Q 新闻哦，詹委员拔麦拔一半。哇，完蛋了！发通知不准出席，他手都哆嗦。好了，没关系，我们这次我们知道在我们节目已经翻页，明天再来笑，还明天再来笑。可关键是有新的东西啊，新的东西我要问瑞德哥。状况是这样子啊，国民党跟民众党一直要求嘛，对不对？不行，我立法委员最大咨询就是上对下，我立法权凌驾司法权，凌驾行政权，凌驾监察权，这是基本的，我要凌驾总统。一定要要求好赖清德去做国情咨询之后呢，还要备询即问即答。结果周万来写个报告来给大家看一下内容。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21号邀请周万来列席就中华民国总统至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以及询答模式之建议，叫周万来去做专题报告。周万来不愧是有骨气的，不愧是老的，而且有骨气的，知道状况的，而且是资深的，到底发生什么状况？他的报告我帮大家整理出来。一，立委提案与现行总统国情报告有所不同规范，比如说对总统国情报告发动要件，将得于每年集会时邀请修正为应每年邀请。他直接讲哦，这与宪法征修条文用语不同。没错，违宪。他讲的太客气了，对，是违宪了。讲白就是违宪嘛，用语不同就违宪嘛。还有什么东西？第二件事情呢？立法委员呢要求总统的3月1号前呢一定要进行报告，对不对？可是呢里面会什么？
会跟行政院总质询、定期报告等重叠，会造成立法院在议事安排的困难。他也这样讲，你不要乱定时间，你定一个大家要忙的时间，你不要乱搞。第三个呢，因应国家紧急状况，就是说，如果今天总统临时有事，你把时间定死在3月1号也不行。第四个，他讲最好笑，国民党呢修不在籍条例的时候，就说先进国家都安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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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最爱举先进国家。他讲，目前美国跟法国的国情咨文哦，没有见即时询答的方式。美国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时，两党议员不干扰报告。法国是总统离场后，国会议员才能对总统国情咨询演说内容进行辩论。意思是，你国民党不是最爱举先进国家吗？现在美国跟法国两个有做国情咨询的先进国家都没有即问即答，所以瑞德哥这个打脸声会不会太大声了？周恩来啊，不愧是这个老江湖嘛，是对不对？所以他说啊，这个跟委员的提案啊，跟这个国情的报告相关法律现况不同，用语不同，对吧？对，讲话真好听啊，对吧？对，我白听与宪法条文用语不同。对了，其实一公鬼波的讲啊，买啦，你这个勉为你这样子出来，大家难看嘛？对，为什么呢？虽然他嘴巴讲得好听，说哎呀，这个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哈规定的吧，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说什么一问一答，但是他认为应该没有修宪的必要。请听清楚，周恩来是这个立法院议事规则的行家，对，他不是中华民国宪法的行家跟解释者，那是大法官的事嘛，就好像。翁小玲好像有在教中华民国宪法、是吧？所以说，你说周恩来其实这个人用词是很精准的。对，他不能写违宪，因为我是这个立法院秘书长，一违宪就得罪人了嘛。大法官能讲，没有错，但他可以讲用语不同，用语不同嘛。那但是事实上，什么用语不同，什么法律依据不同，其实就是违宪。很简单，违宪法没有什么好解，宪法解释是大法官有意，大法官去解释。翁小玲他好像听说有在教法律的，有在教宪法嘛。你虽然是教中华民国宪法，但是中华民国宪法有疑义的时候，请问是翁小玲去解释吗？不是嘛？老公是、现在也不行，他也不是了，现在也不是了。现在我们是前大法官，不是前老公，不是前老公，要精准啊、是前大法官，那大法官才能够解释嘛？告诉各位了，很简单，我刚刚为什么说因跟德啊？因为1992年的时候，我们第二次修宪很简单，在宪法征修条文里面直接里面的原文重现，国民大会集会的时候得听取总统国情报告，得就是可以要，可以不要来了。但是后面有并检讨国事，提供建言哦。对，那个是国民大会，对吧？那因为哈贝尔啊，这个等于说总统直选的嘛，所以呢，后来把前面的部分的宪法冻结了以后，征修条文又修正。2000年的时候修宪的时候，就直接在宪法征修条文里面改成什么？立法院于每年集会的时候得听取总统国情报告，后面检讨国事，提供建议。拿掉了啊，那很简单，既然不是询答，你何来一问一答？对，我觉得这件事已经讲得很清楚，周恩来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跟宪法条文用语不同嘛。可是我要问这个晋言，我们的宝又来了，政论之宝翁小玲又来了。哇赞，我很支持他呢。翁小玲对不对？讲到他收视率就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上来。翁小玲说，国会改革法案是写总统每年定期至立法院报告。但因并无强制力，所以他硬要改成德。哎、欸，你他自己打脸自己你。你是真的是听不懂国语是不是啊？是，你是真高他听不懂。哎、欸，他都跟你讲因了，你就说因没强制力。对啊，因没强制力啊。不是因写在宪法里。对啊，德写在一般法律。他就说我要写成德，反正他就最大。好，要德德，我要德，我欧小丽就上德。好了，不管好再来。他说，而且呢。国外例子固然可以参考，但我国状况不完全相同。哎、欸，你把卡拜托，你修不在籍就说要参考国外例子，你自己就讲国外例子可以参考，但我国状况不同。重点来了，我们现在讲总统对不对？我们现在讲宪法规定的总统对不对？他说没有啦，你可以向行政院长也是即问即答，行政院长可以，总统也可以。你把卡拜托，姐，行政院长即问即答，宪法没有规定啊，总统有啊。
哎、欸，我跟你讲，你这三段到底有没有逻辑啊，萧敬腾？你跟他同个政党，你有没有考虑要换个政党吗？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先谢谢朱立伦啊，朱立伦用心良苦。哎呦，又要黑猪？没有没有，真的要谢谢朱立伦，他怕政论节目没有题材，对，没有话题讨论。所以特别提名了翁小玲，弄个政论之宝，对，到这个不分区名单里面，然后让他顺利当选。对，然后你看翁小玲这个很长，这个语出惊人。讲这翁小玲讲的这些东西哦，从这次讲这个哦，包括说之前什么总统改两轮制等等这些，那个都是个人意见啦，党内都有不同的看法嘛。连赖斯老师都在讲说我不认同啊，这是第一个嘛。那第二个是哎。欸我觉得翁小玲哦，这个我们过去在讲说这个学者从政哦，那学者你当然在学术上面可能有很高的研究等等这些，跟我们过去这个读政治学，我们也很常讲说啊修宪啊，然后政治体制啊可以怎么样改革什么的。哎，问题是你现在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第一个实务上有没有这样的主流民意希望这样做？没有嘛。那第二个是说，哎，那你要修这个内容，你自己先去搞懂吧。这个德跟英，我觉得好像这个我们大学这个政治学第一堂，对，政治学第一堂应该就会做了啦，跟以前这个读国文的时候也会吧，或者你好歹学个什么公文写作的时候也都会知道嘛。没错，所以说这个这翁小玲啊，讲真的，我实在是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要帮他讲，辛苦啦，没有想要帮他辛苦啦，要不要跟他换，要不要换个政党啦？没有没有，应该要换的是他啦，应该不是我。所以说这个，你说我懂了，你说如果你因为翁小玲就换政党的话。那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对，没错没错。你这个良币要驱逐劣币，比如说翁小玲劣币，朱立伦劣币，我全部驱逐掉。不是啦，我们过去在讲说民进党在双标，但你不能自己说哦，这个民进党在双标，可是咧哦，这个我们想说想要这个参考国外例子的时候就参考啊，问题是被打脸的时候又说哦不行，我们要有自己的主张。我觉得这样子大家会觉得你很搞笑嘛？那到底有没有即问即答？我觉得周万来已经展现了这个政治是最高的艺术。你看面对这个即问即答。他讲说什么？他说：“哎、欸，与宪法条文的用语不同。”然后呢，面对说：“哎、欸，总统是不是要定期来报告？”他说什么？恐失弹性。哎呦，周万来，周万老这是老江湖、欸，所以周万来厉害啊，对不对？韩国瑜跟他多请教，韩国瑜敦请他来。我拜托翁小玲也跟周万来多学学，好不好？对，那个包含定委员在内，应该都知道，就是这个在立法院，其实很多不分蓝绿的委员以及这些公务员们，其实对周万来是有很高的评价的。过去他在议事等等这些处理，所以周万来今天是不是给韩国瑜上了一课？不是给这个民进党上了一课，是给这一些奇奇怪怪的委员上了一课。所以拜托翁小玲，这个过去学术上面固然有一些这个成就，但是有你确定他学术上有成就吗？我说固然啦、啊，固然有吗？他这个稍微比较含蓄一点。那这个毕竟他也是教授，我连教授都他是副教授。对，那这个我觉得他应该跟这个周万来多请教一些。那我想问十一姐，吴宗宪，吴宗宪还是有念点书的哈、哦。不管政党立场怎样，他毕竟是检察官出身，他说得很清楚。我观察到国内不少民意代表喜欢利用即问即答来羞辱官员。国民党翁小玲讲你啦，即问即答羞辱官员，不然还要讲谁？从外貌啊、身材啊、口头禅等等，他都有的吧？他说这次讨论对象是总统，总统是国家元首，对外代表国家，倘若遭到部分民意代表即问即答来羞辱，会变成贻笑国际，损害国家尊严，严禁于此、啊、这个当吴宗宪说有不少这个民意代表要求说要即问即答，然后可以趁机来羞辱官员。其实说穿了，这件事情就叫根本不叫国会改革，叫做立委扩权。你看翁小玲，他是很怕翁小玲看到赖清德就说我就是上对下。翁小玲恐怕是真的这样子，因为你即问即答，你是被我叫来的啊，我当然是上啊，质询就是这样嘛，上对下的关系啦。好，那所以如果你设想今天我骂院长，我的声量可以二十分。开什么玩笑？我叫总统来骂，我的声量不要200分。那些战斗来一定整个磨刀霍霍嘛。哎，你讲到重点，罗志强今天也在质询周万来，他怎么说呢？他说当然可以即问即答、啊。马英九以前在当总统的时候，在那边开记者会，回答记者的问题也是即问即答，这样子这样子有叫做这个不尊重总统吗？哎，他把一个宪政机关立法院比喻成。记者会的记者、欸，哇，没有啊！马英九他老婆问他有没有吃饭，他也即问即答、啊，有啊，只有吃啊，吃几碗饭、两碗饭也算即问即答、啊。也就我要讲的重点是说，国民党的委员为什么这么强烈的要求在法里面明定总统在什么时间点必须来？然后，并且用即问即答的方式，而且不准赖皮。其实那个目的就是为了说。我现在骂院长不够了啦，我现在国会最大党、欸、
开什么玩笑？我不是国会最大党的时候，我都在骂院长了。我现在是国会最大党，我当然是要骂总统。才过亿，没错，层级拉高，层级拉高。我骂院长的声量20分，我骂总统开什么玩笑？那个媒体的声量恐怕200分啊！谁能够挡住我？所以我当然是要叫你赖清德过来这边立法院给我骂一骂、啊欸。如果他骂赖清德骂到后来也觉得说声量大家会疲乏吗？他会改修宪叫拜登来。哦、有会哦，会哦，有可能哦，或者是叫泽伦斯基，习近平来，或者是泽伦斯基来，或者是刚选上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有没有？普丁来即问即答。他们的内心想要干嘛，其实也都被大家看得很清楚了啦，就是要作秀而已啦。更何况，那行政院长都已经要叫来被你骂了，然后你再叫总统来一起被骂，那所以他们两个总统跟院长到底有没有内容上面质询的分别？你可以限制立委的质询说，不行哦，你现在质询的是这个总统哦，所以你不可以问内政，你只能问国防外交两岸。可以吗？也不行、啊，不可能嘛！因为这些爱作秀的立委，国民党什么都问嘛，连陈建仁跟天主祷告，祷告什么都问了，都问了。那你觉得他如果今天真的赖清德去，他会限制自己啊？我只能问两岸，不可能。所以呢，就是只是为了要炒声量，蹭赖清德，自己声量不够大，就蹭我们赖清德，像话吗？好。